我是摄影师张坤坤，今年35岁，我是一名自由摄影师。摄影这个有一段姻缘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大概在1980年，然后当时我父亲就买了一台胶片相机，用于记录我的成长。当时我认为它只是一个玩具，然后慢慢长大以后，我觉得应该用这个东西来记录我们的生活，或者可以用来记录我们这个城市的变化。我拍老重庆拍了30年，这80年代的开始。重庆是我的家乡，我土生土长在重庆，说从小我就喜欢这座城市，它就很神秘嘛，就是它两条大江穿城而过，两边有两江四岸，构成了重庆的一个特点。我从某一个地方路过，如果我在这个地方看到有更好的光线、更好的色彩、更好的感觉的时候，尽管我在那儿拍了100次，我会停下来拍101次，甚至1001次，这是我的一句名言了。所以说很享受，每一次拍摄都是一次享受。按下快门，就是你的一种选择，它是唯一的，等于永远是唯一的，每一个瞬间都是唯一的，它就很有很深刻。其实我们这座城市，它，我认为它在每一天、每一个时刻，它都是不同的，它都是有自己不同的美。所以说我希望在不同的时刻，都能记录下它在最独特的一刻，最具有自己决定性瞬间的这样的一种美在里面。你看这个黄花，这个黄花是小规模的，就是那个房前屋后的，其实它是野花，每到重庆的4月份，这个花就盛开了。重庆它的交通系统是非常完善的，到现在为止我认为，因为重庆它的地形，你想我们现在有长江有山，对吧，然后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单方面的去发展，只发展它的公交体系。那么我们在很久以前，我们就有了我们的长江索道，还有包括我们的嘉陵江索道。重庆呢，就是一个山水之城，有山有水，
所以它的整个历史进程到今天，它就变成那个就是桥隧之都。我更希望的是历史的文化和现实的生活联系在一起，中国人的所谓价值观。另外就是说，更希望新一代的年轻人，他们的心灵，老一辈的那个长者，他们之间有通过历史文化的传承，有心灵上的沟通，架起人性之间的同辈人的桥梁，和老一辈和那个新生代的人性之间的桥梁，这就很完美了，就是说。其实重庆的桥梁它各有特色，每座桥梁都有它自己独特的美。从建筑，从它的结构，从它的设计上来讲，它每座桥都有自己独特的美感，这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。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，我们桥梁它是连接我们城市，比如说我们连接我们渝中区到南岸区，连接我们渝中区到江北区，连接我们几个大的板块之间的一种纽带。那么这种其实它无论是在它的功能性上，它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的快捷，更加便捷，然后另外一点来讲的话，它这种纽带作用也加快了我们，也更紧密的让我们，就是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区域里的人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联系，这种交往也更加的紧密了。在过去那种民风当中啊，这个路上沿路都是卖小摊儿，露天的小摊儿在路边摆上，它就表现的那个当时的那种民风，有卖小吃的，有买的，有卖的，就是那种很安详的那么一个场景。好，这儿就是把当时那个描绘出来以后呢，他们在下边刚好就是这个地方，有个平坝子，就摆了好多摊儿，也恢复了他们以前过去摆摊儿的那个历史面貌吧。当然现在呢，这设施啊，这都不一样了。它就是表现那个历史的一个文化的传承，这就是传承。重庆是世界上桥梁最多的城市。这是一座立体城市，由各种交通方式串联着。你可以看到轻轨、地铁、轮渡，还有索道。重庆的交通方式承载着人们的生活，连通着这座城市的发展。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概括重庆，这就是 connection。